大家好，我是杰西，欢迎大家跟杰西一起收看5月28日的英文新闻。首先我们要看到对台湾来讲是个好消息。Japan said on Friday it will consider sharing its COVID-19 vaccines with other countries as the ruling party committee urged it to provide a portion of its AstraZeneca POC vaccine stock to Taiwan. 好，日本主持 said 动词。好，在礼拜五这天，后面名词子句 it 主持就是日本。好 ，would consider 哈会考虑。那考虑这个动词后面，它要在接动词的时候接的是动名词，所以这个 share 就变 sharing。好，考虑要分享它的新冠肺炎的疫苗给其他的国家。好，那为什么呢？因为ruling party 指的就是执政党。好 ，committee 委员会，一个执政党委员会是这个副词子句的主持。好，动词是 urge， 好 urge 力劝，就是跟他讲，拜托你一定要这样做。好 ，it 指的是日本。好，怎么样呢 ？To provide， 好，这个 urge 后面加 to， 再加动词原形，是它的句型之一，它也可以加 that 的名词子句。好，它就力劝日本说要提供一部分 ，a portion 是部分。好，一部分什么呢？它的这个叫做阿斯特拉捷利康。制药公司，这个 PLC 的话指的是 Public Limited Company， 公开股份有限公司。好，就像你会看到什么 CO 啊 LTD 啊这种的，它指的是公司的意思。好的，这个疫苗的存货给台湾这样子。好，那之前有讲那个蔡总统说他，我们只要那个叫什么原厂的，我们不要别经过别人的，希望他可以考虑一下，好放宽一下，不要再坚持要原厂的，不然人家给我们疫苗还我们还不能要，这样不是很可惜吗？好，但是呢，这边他还是在考虑。今天新闻我看到，我觉得真的，不过既然有说出考虑，应该就是多少会捐赠一些给台湾吧，这样那台日友好这样子。好 ，Japan said on Friday it would consider sharing its COVID-19 vaccines with other countries.As the ruling party committee urged it to provide a portion of its AstraZeneca POC vaccine stock to Taiwan. 好，那我们看一下 ，Number one, ruling party 就是执政党。突然忘记在野党怎么说了，现在想不起来。好，我不要给自己找坑跳。改天想起来再讲 ，Ruling Party 在野党叫什么呢？直接讲他们的党名吗？还是讲相反的？好，想不起来。第二个 Committee 名词委员会。第三个 Urge 动词力劝。第四个 Portion 名词部分。第五个 Stock 存货。第六个 POC Public Limited Company 公开股份有限公司。好，第二个还是看到疫苗的新闻 ，A vaccine patch could someday be an outlet option。好，觉得这个 outlet 很可爱。好，一个疫苗的贴布，这个 patch 就是一个贴布，像抽烟的人要戒烟的时候也有那种 patch， 就帮助戒烟的贴布，就是这个就是那个 patch。好，可能有一天会是一个 out 的话，它其实是一个感叹词，就是你不小心啊。手夹到了，你就会说 ouch， 可能别人不小心踩到你了，你就会说 ouch 有点好痛的意思。好，那 ouchless 是否定字尾，所以 ouchless 就是不痛。好，所以呢，这个贴布会是一个不痛的 option， 叫选择选项。好， scientists are working to develop patches that deliver vaccine through your skin via tiny water soluble needlesA painless approach that feels like Velcro pressed firmly against your arm. 好，那这个科学家现在正在努力，所以其实是还没出来的。努力要干嘛呢？后面加 to 加动词原形，发展一个贴布啊。什么样的贴布呢？后面加形容词子句。这个贴布呢，可以这个贴布这边 let 指的就是 patches， 这边是关系代名词，是当主持。好，这个贴布呢能够传送疫苗经由你的皮肤。好，透过什么样的东西呢？ tiny 是很小的，
water soluble 指的是可溶于水的什么东西呢？ needles 是针。好，所以这个很细小的针是可溶于水的，所以这样子是一个无痛的方法。好， approach 是方法。好，在后面呢又一个形容词子句。好，什么样的方法呢？ That feels like， 感觉就会像 Velcro。 Velcro 的话就是大家就是在穿运动鞋的时候有那种绑鞋带，还有一种是贴的，就是魔鬼粘的那种，这样这样贴的啊，或者是包包有时候也是用这种魔鬼粘的，就像那个魔鬼粘。好，压 press 就是压 firmly， 好，紧紧的，好，压到 against your arm， 紧紧的压到你的手臂，这样子。好，这是一个新方法。哦，对不起，还没完。 The technology could be used for a COVID-19 vaccine， 这个科技可以被用来，用在哪方面呢？用在新冠肺炎的疫苗方面。好，那这个部分是无痛疫苗。 A vaccine patch could someday be an outlet option. Scientists are working to develop patches that deliver vaccine through your skin via tiny water soluble needles. A penis approach that feels like Velcro pressed firmly against your arm. The technology could be used for a COVID-19 vaccine. 好， NPR 的新闻。第一个 outlet 好，这边指的这边是把它变成形容词，表示不痛的。第二个 option 名词，选项。第三个 patch 名词，贴布。第四个 deliver 动词，运送。第五个 via 介系词，透过什么东西。第六个 water soluble 形容词，可溶于水的。第七个 approach 名词，方法。第八个 velcro 魔鬼粘，魔术贴。这字我实在不太确定它的念法，好，就是为了不要误导大家，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好，来看到这个是跟前几天讲到有关的新闻。 Russia has retaliated against a ban on carriers enteringBelarus's airspace by refusing to grant permission to European planes flying to Moscow. 好， Moscow 又念 Moscow 都可以。好， Russia 俄罗斯。好， retaliated 就是报复。好，他报复了，已经报复了， has retaliated。好， against 对什么报复呢？ A ban 这边当名词，一个禁止。前两天我们有看到，就是因为白俄罗斯他们把另外一架飞机逼下来，骗说上面有炸弹，然后逮捕了反对党的领袖，所以他们就有一个 ban， 有个禁止，就是禁止他飞到，我那时候看到的是禁止白俄罗斯飞到欧盟的领空，那欧盟现在也不飞白俄罗斯的领空就是了。所以这个禁止呢，就是那个 carrier 指的就是运输工具，这边指的是飞机。好，禁止飞机 banning on， 这后面加动词 ing， 好，进入这个白俄罗斯的领空 airspace 领空。好，他就是要报复这个，怎么样报复呢？借由什么样的方式？这边用 by， 那这是一个介系词，所以后面加动名词 refusing， 好，拒绝怎么样呢？后面加 to 加动词原形，拒绝给予，好，允许。好， grant 的话就是同意。好，同意怎么样？允许什么东西呢？欧洲的飞机。好，怎么样的飞机呢？飞到莫斯科。所以他就是不给其欧盟的这些的飞机飞到莫斯科，就是报复这样子。其实看这种就觉得好像小孩子哦，就是你，因为啊，为什么俄罗斯是亲白俄罗斯，这是两个不同的国家，但是他是亲他们的，所以呢，他就是这样子报复。好，现在的国家就是感觉都跟小孩子一样，你对我怎么样，我就怎么样；你怎么样，我就怎么样。好 ，Russia has retaliated against a ban on carriers entering Belarus's airspace
by refusing to grant permission to European planes flying to Moscow. 好，第一个 retaliate 动词报复，第二个 carrier 名词运输工具，这边指的是飞机，第三个 grant 前几天有讲到的是动词同意，第四个 permission 名词许可。啊，最后这一次很糟糕，刚刚有看到图片的，就是现在人不知道在想什么，尤其有一些 YouTuber。 好， Indian police have arrested a YouTuber for tying helium balloons to his pet dog in an attempt to make it fly. 好，主词是印度警察，动词是 have arrested， 受词是这个 a YouTuber。印度警察逮捕了一个 YouTube 的影片制作人。好，为什么呢？ For 这边原因后面加动词 ing， 这我刚刚看错 try 不是 try， T R Y 不对，是 tie。 好， T Y， 好， T Y E， 现在分词是 T Y ing。 好，绑什么东西呢？绑这个叫做氦气的气球，就是那种气球是可以升到天空去的。好，把它绑在他的宠物狗的上面。好， in an attempt 就是企图，对不对？试图要让这只狗飞，这样子。好， Gaurav Sharma 32 shot a video showing his dog attached to balloons which he then lets go of as thepet starts to fly in the air. 今天讲话很不流顺，不知道为什么。好，这个人印度人，对不起，名字可能念得不好，应该是印度名字。他32岁。好，他拍了 shot， 就是 shoot 的过去式，拍了一段影片。好，那这边分词构句就是这个影片，这影片就秀出什么样？他的狗是怎么样呢？这边又是一个分词构句，绑在什么？狗是被绑住的，被绑在气球上。好，那这个气球呢，后面这个形容词子句修饰的是这个气球。那气球呢，它就怎么样，放手。好，然后呢，那个宠物就开始飞到空中去，这样子。好，给大家看一下这个照片，就这样，他就把他的狗好绑在这个气球上，然后结果呢就飞上去了，有没有？绑其中一只狗，然后这很可恶吧，狗万一掉下来的时候怎么办？然后在好像二楼的时候被一个人看，就是有人看到，他就拯救了他，这样拯救了那只狗，还好那只狗是没事的。那不然飞上去的话，什么时候掉下来，你怎么接到哪里去？我就觉得真的啊，你要拍影片要吸引人家的注意，但是方法要用对啊，这个实在太夸张了。好，我们再看一次， Indian police have arrested a YouTuber for tying helium balloons to his pet dog in an attempt to make it fly. Gaurav Sharma, 32, shot a video showing his dog attached to balloons, which he then lets go of as the pet starts to fly in the air. 好，这边的话，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这里的话他没有用我们一般讲的过去式跟过去完成式，他这边的话拍摄影片他用过去式，对不对？然后在那个影片里面呈现的东西的时候，他用现在简单式来呈现。好，这个也是就是在讲故事的时候也是有用现在简单式来讲过去的方法之一，也会有这样子，就注意一下就好啊，不会用的话不要随便乱用，就知道说哦，可以这样子用就好。好，第一个 helium 名词，氦气，这个念氦吗？希望是，我没有去查中文，对不起。第二个 attempt 名词，尝试，好，试着要做什么事情。第三个 attach 动词，绑或连接，它后面常接 to。 第四个 let go 就是放开的意思，放手的意思。好，非常感谢大家跟杰西收看到最后，喜欢的话欢迎按赞，杰西有脸书 blog 跟 YouTube 频道，都欢迎订阅追踪分享，明天见咯，拜拜。